嗯，真高啊，二宝啊，小人们，二宝真高啊。老二后边都有夫妻了，你看一块一块的，背心都快开了，是吧？看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啊，健壮的小身姿啊。啊，上药上药了啊！哎呦，真乖！哎呦呵，舒服是吧，二宝啊？上药可舒服了是吧？嗯呢，舒服着呢，你瞧瞧，哎，对，咱们的连哥啊。是咱们的连哥。你看二宝接的时候多温柔是吧？站出来了，他们通过嗅觉也能闻出来自己奶爸身上的味道，包括听声音。嗯 ，OK， 家人们，连哥给二宝上药了啊，真棒啊，乖吧。然后马上就是咱们二宝早上加餐的时间啊。感谢我家飘姐啊，大胡萝卜。还有人。我们这也怎么错落错了？这也当心了。我这胳膊没法出，我只能这胳膊当人。哎，好的，嗯。我就没找地儿来事儿，行吗？我就没找地儿来事儿，行吗？行吗？嗯。大盆儿，盆儿里呢，宝儿。盆儿里呢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，哎呦，嘿，哎呦，我这小正脸儿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这小正脸儿。